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来干。齐少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啊，来来来，继续。不要停，不要停，干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不陪你喝了。我真的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以前的一些往事罢了。三千烦恼丝，斩不断，理还乱。哦，原来是感情问题。是感情问题。我喜欢的那个女孩，家中有一件毒药。嗯。这件毒药呢，我很想得到，但是我买不到，也拿不走，只能让这个女孩呢，偷偷的给我拿出来。但是我不想利用他，所以我真的很烦恼。什么毒物你这么念念不忘的？就不告诉你。亏我还想着我要有我就给你呢，现在有也不给你。哎，到底是哪家姑娘啊？是。齐少，齐少，喂！我没喝醉。齐少，既然喜欢人家姑娘，就别老惦记人家什么宝物，你得勇敢去追。以你的模样才华，还是很好追的啊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喝。你知道你家主子喜欢哪家姑娘吗？喝酒，喝酒。秦少平时只跟白苏说秘密，我这个人嘴巴大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告诉我的。口风这么紧，不像他性格。不知道算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看样子，毒宗的疯癫症已经治好了。齐少觉得龙飞夜能找到毒宗吗？毒宗善毒，毒丫头不会让龙飞夜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他。我也会经常约毒丫头来治新的毒。如果毒丫头连续几天不在秦王府的话，说不定是帮龙飞夜找毒宗去了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